家好，我是 Mr. O。 为什么叫 Mr. O？ O 就是 Orange， 我就是橘色的代表。橘色代表着魅力、热情、幸福感、创造力。我对于周遭的事物非常的熟悉而且了解，不管是张家的锅碗瓢盆，还是李家的三姑六婆七嘴八舌，我都非常知道他们的需求、他们的需要。她是又有一个喜欢自拍的女生，她不论到哪儿都要拍照，化妆拍、出门拍、走路拍、坐车也拍、吃饭也拍，连卸妆前还是要拍。她非常保护她的皮肤，一个月花在保养上的费用就要用掉这么多这么多的小朋友啊，只要有个小黑点儿，她就想尽办法要铲除它，恢复她的美貌。俊中之冠遇上素中之婚，白木耳与黑木耳乃是胶质与钙质，是人体当中的水泥与砖头，缺一不可。